今天的主持人，我是 Mia。 新北欢乐耶诞城是全台湾最大的圣诞节活动哦，而且今年是首度第一次跟我最喜欢的迪士尼做联名的合作，是不是有让你有回到童年的感觉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的主灯梦幻音乐盒，在每整点以及半点的时候都会有灯光秀，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吧。有没有看到我身后的这颗？是不是很眼熟啊？取自于童话故事《杰克与魔豆》那一颗巨大魔豆，这颗魔豆高达10公尺，是不是很奇幻？你看这边是不是真的很漂亮？这边叫做花样光廊，仿佛置身在星光大道的感觉。如果还在暧昧中，绝对是来这里走一圈，手就牵着回去了。我觉得女生看到这个就是会心动，马上爱上你，这样是不是很棒？哎，这边还有得玩呢。这边还有大人小孩可以一起玩的跷跷板，是不是很漂亮？你们看，这边有超多人的，你看他们在排什么？这边。这是站前广场的主灯梦幻庄园，是以小木屋为主题，然后搭配花还有灯饰，打造出梦幻的城堡的感觉。它的门打开，是不是随时像有公主会走出来？这边就是所有女生还有所有女人最爱的，就是有六大公主做成的童话森林，我们一起进去看看吧。可以看到那么多枫叶的地方，在加拿大，现在不用去加拿大就可以身临其境，是不是很美？在我身后就是爱丽丝梦游仙境的妙妙猫哦，你看它的眼睛啊会一闪一闪的眨，很多小朋友现在都被它迷惑住了。这边是小木偶里面以木匠盖比特先生家为设计蓝图设计的一个故事屋哦，带大家进入小木偶里面，跟他们一起冒险吧。想要问你，今年圣诞节要跟谁一起过？妈妈。跟妈妈一起过，那你有没有想好要送妈妈什么样的礼物啊，或者是给她什么样的惊喜？哇！举手，你有全干妈妈。交换礼物，交换礼物，跟谁？就我们几个，我们几个。许一个愿望的话，在圣诞节你会想要许什么愿望？希望可以赶快出国。可对，这是我疫情快结束，中乐透啊，考上好学校，哇，交到男朋友，陨石掉到我家来，赶快18岁，赶快18岁，你现在几岁？16而已。等到你过了18岁之后，你就会开始后悔你讲这句话。不要。明年你可以一起跟我来到台湾，来享受最美好的圣诞节气氛。